你们还记得螳螂旁边这个笼子吧？笼子旁边有个洞啊，你们看，这钻进去应该完成什么成就吧？但是现在大家太健康了，没法进去。这边还有个小的，小的不知道能不能进去。这啥？永久布娃娃，吃一个吃一个。哎，吃了以后呢，就永久变成布娃娃状态，就没有骨头了，只能看在地上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旁边还有一个永久不布娃，对不对？就这个。OK， 现在又恢复正常了。除了这个笼子得进去，房子还有个密道，也得把四肢全卸了才能去。让我看怎么搞。这几个练功的大师行不行啊？帮个小忙啊，把我腿给卸了，快快！不行，这大师又喷火，出拳都不会。那么效率最高的办法只有一个。No. 来来来，姑娘们，来活了啊！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啊！以前老是逮不到我，今天你们可以好好发泄一下了。No. 还剩个腿呢，继续继续，不要停。OK， 就剩个球了，开始行动。一个字。我发现这个大爷变成球以后还挺有弹性的，你们看，这说明大爷的屁股非常的圆润，非常的饱满。咱们先来到这个笼子这儿，能不能进去呢？看这个洞的大小应该可以的呀。不行不行，进不去，你们看，是小的。这虽然有缝，但是还是有空气墙，也钻不进去，那只能来房子里看看了。房子里面这个就能进去，这还有指引呢。走你。哇，来到了地下室吗？前面有个奖励，不着急啊，先观察一下。这个地方也挺奇怪的，真的，也算是一个和尚练功的场地吧。有没有其他东西能搜一搜啊？拉倒拉倒，啥也没。这还有个管道，进去看看。啊，这直接出去了，这有点奇妙啊！我从管道掉下去，结果从房顶出来了，有点违背常理。来，再钻一次。对了，这个时候如果我重开会在哪儿呢？没毛病，还在垃圾桶。那这个寺庙还有个东西没搞啊，现在双龙炮已经就位了，你们还记得房顶不？先飞上去，然后再来一炮把房顶轰开。Nice， 完美着陆。就脚底下这个东西看起来也跟发射平台有点像，但是我听说是个祭坛啊，得用血献祭会得到好东西。那就再委屈一下大爷，给唐大哥喂点饭。 OK OK， 哇，这个祭坛里果然有血了。天哪天哪，好像已经献祭满了。等会儿有个东西出来了，着着火，大爷献祭的就剩下一条胳膊一条腿了，胳膊还是个骨折的啊！这面具呀，但我没脑袋啊，兄弟们，走吧走吧，先出去，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先跳下来，然后重开，现在就把面具捡起来。这个面具有啥效果呢？我去，有点恐怖啊，多了一个焚化技能。哇，这个屌这个屌，跟那个祖国人一样，你们看，眼睛发射射箭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哎，我他妈这个大师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，看我把你裤子射穿。又来一个，威力不是特别大，有个着火效果，连喷火的和尚都打不过。来，咱们看这个收获机里面都是什么东西。哎，这是个啥？人脑袋吗？可以投射。我的妈，这个威力原来是个炸弹。还有啥来着？海基炮弹，这个好这个好。来一个，放远点啊，这咋引爆来着？哦，着了着了，用射线也能引爆。离远点离远点。 Nope。啊，这就是个烟花啊，可以可以。我、哦、这个火箭背包应该上次生态工解锁的吧？那就废话不能说啊，起飞。Nope。 这个大哥一点凉快，我去，还转过身了，幸亏有马，幸亏有马，这种人惹不起啊，一身的大纹身。哎，我还没进去呢，这帮人就想干我。不行，就说明里面肯定有好东西，直接冲进去。 Nice， 直接到达目的地。这啥地方来着？有武器好像。这啥？哦，好像是那种粘性炸弹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和尚什么时候来这儿呢？这不算是擅自脱离师门吗？对不对？这也有一个牌。哎，我去，哇，这大哥来报仇了，上来就一刀，果然是社会大哥，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卸大一条腿。大爷这向来血债血还，火箭背包拿起来，还是个炸弹枪。出来点意外，枪没拿稳，问题不大，旁边就有商店，再买一个背包报仇去。话说这个背包真的好用，这还有一个小龙炮，可以可以，威力跟大的比咋样？好像差不多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？这还有一个管道，大概率跟上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进去看看。哟，这纹身大哥还在这裸奔呢，前面这俩黑帮大哥看到没？来来，给你们安排点活，火速把我的胳膊和腿给卸了，快点快点。OK， 成了，大爷我又变成了球。慢点慢点，这东西得离远点，稍微不注意就会天降正义，瞅准时机走起。两块肥皂，这个地方好像是密封的，你们看啥也没，也就只有一个奖励。我的妈，这地方有鳄鱼，估计是一个玩具，来把这个奖励拿上。看这样子也就只能钻管道走了，希望管道出去不是原地。慢点，别掉下去了，这下面可都是粪水。果然又从这出来了，这大哥咋还在这儿呢？感觉你就像是故意抢镜头似的，污染我眼睛。我先替观众把你轰成稀碎，送你归西。身上光溜溜的轰出来两块肥皂，我真纳闷这肥皂是在哪藏着的。哎，等会儿有人溺水了，快快赶紧救上来，这都不动弹了，腰还会叫唤呢，说明还活着。
从梯子上去，不行上不去，是要火箭背包吧？哎我去，大爷找不了平衡了，完这咋弄？上也上不去，用火箭背包也不行。得，那今天就跟这位大姐一起走吧。大爷这么大岁数了，在救人的途中牺牲，这你们不点个赞支持一下老大爷？好了，我是小新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